喂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要不直说呗。亮啊。亮呗，这怕什么？喂。好。这就是接头成功。OK。结盟成功。哎，那谁啊？哎呦，范丞丞。哎，是范丞丞吗？不是范丞丞。我来看看我的配件啊，写的我的名字，使臣。使臣，但是我这身份不太一样。我这里面还有一个，这是密信，荆轲觐见前亲戚，我就是那个密信使臣。姑娘，带我离开这儿。白露，哎，咱俩可以单聊一下。可以啊，走，游山玩水一下。你是坏人吗？不是。你真不是假不是？嗯，真不是。你要是坦诚，我们可以坦诚。我是再坦诚，你看着我的脸，我再坦诚啊。来，三二一，一块亮。不亮，不亮怎么办？先发誓，不亮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你，范丞丞 ？OK， 三二一。哦。OK， 哎呀，我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你了。你给我打拳的吗？咱俩不是一波的吗？你是屎啊！你对呀，大哥。你再让我看一眼。啥眼神啊？你快让我看，快！我绝对看到的是事实。你是屎，你演他们呀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的。我。逃不出来了，真的很好笑。来，晨哥，咱们俩单聊一下。来，你说，三人一块亮，这个游戏得明着玩。你亮，可以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我没什么可能。好，我看看。行了，坏人们集合一下吧，坏人们，咱俩可以单聊一下。我啊，他们都有可能是骗你的，因为我啊，是啊，你是吧？我是啊，今天原来是使臣，我是啊，但。咱们俩才是真正一波，他们有可能都是假的。辅佐好我啊！哎，还有我呢。来吧，两个小卫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刺激啊！你们守，我看你们能不能守得住我们这波猛烈的攻势。你先告诉我，刚刚那波咱俩之间诚信是不是没有了？有啊，多信呢、啊。有一个未知的这个。哎，但是你刚才没给我看，对吧？能看吗？不能。不是看见。这个我真是要拔给你看。别拔给他哥，你们两个小卫敢看我们使的剑？哦。不亮吗？你是只有我做人这么坦诚。可以啊，你可以亮剑、啊。只有我做人这么坦诚吗？你可以亮剑啊。这种奸诈小人，刚才还是这么亮给我看的。废话，我还好，我的眼睛尖。这样，咱一起吧。他不是都知道了吗？啊，好，好，是身份吗？三二一，走。啊，我是魏。哇塞 ，Good job。